time with you and me. Now my forever's falling down, wondering if you'd want me now. How could I know one day I'd make a feeling more, but I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shore. Cause we were ships in the night.我串接电话的，好吧，给我最亲爱的宝贝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5年前，很幸运地认识了你，一开始就觉得你很特别，很可爱，很活泼，笑起来很甜。只要有你在场，气氛都很欢乐。还记得我们交往后有遇到一个难题，当时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会长期待在非洲，那时我就心想，不可能会有女生愿意到这么远这么落后的地方去居住，但是真没想到你竟然愿意为了我们开始实习，在语言不通也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非洲生活。每次回想起你的付出，你的勇敢，都还是觉得难以置信，觉得很感动。是因为你，我们才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宝宝，我们交往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5年多，不像其他情侣，我们大概平均每天大概20小时吧，都在一起，做什么事情都腻在一起。那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拿这件事开玩笑，就每天都见到起床见到你啊，睡觉也在就是拿这个开玩笑说很腻啊，需要一些空间之类的。我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我也不常说心里的话。其实我很爱你，其实跟你24小时腻在一起一点都不腻。有你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都觉得很值得，都很快乐。有时候我表现得好像很不耐烦，像是跟你逛街啊，或是跟你一起做健身操，那些其实回想起来有你在身边都很快乐。后来我们慢慢就是
感情越来越好，有点像老夫妻这样子。一些小事情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，像这些小事随着时间的累积都让我明白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、最不可或缺的。立轩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不愿意呀、啊。肯亚也快五年了，然后不管未来如何，我会一直就是陪着你，对。